倒翻个刀片。是换颜还是换别的色？没换新的，主要是新的。你换没换过？没换过，再没换过。你看哪个里面是新的，看没看过？我需要个刀，我现在都没有长的刀了。我不要了，不要，不用吃。我摸包子，手机不要了，完了。打死了。每次刮光头不好刮，下次你就这样去试一下啊，就是说不要让客人头剃掉，先不要去剃掉，直接这样子啊，直接是这样子先刮刮一下啊，知道吧？这样它的水分不能跑掉。
因为它头发的话本来都是锁水的啊，锁到有水的话，你刮的时候它会软一点，软一点它都没有那么硬啊，没有那么硬的话就好刮了。如果说把它推短了之后，我们这样一刮的话啊，不管你是抹的护发素还是洗发水还是泡沫，它就很快容易就蒸发掉了。水分一蒸发掉，它就会把它头发就变得特别硬。脸上长的肯定是白毛，那脸上长白毛有点奇怪。嗯？脸上长白毛有点奇怪。脸上长的不是白色的。哦，这是个剪的。切断一下，切断一下，把海带呢？短一点还是少一点？这个我弄了。怎么样？啊，多剪一点。那边就不要剪断了，对，要剪断了才能看。来吧，你来吧。洗一下呗，先剪。先剪。